是与你分享 S S Family， 我现在竹北大圆白，这里是八楼。它最近呢有一个新的小小的一个纪念场地哦，是有时间日期限制的。这里叫做葡萄树的菊花花园，里面啊据说有超漂亮、超粉嫩的气垫哦，来看看吧。都到齐了吗？我们现在好像六大六小的，对，蛮多人的，我们准备进去咯。进来要用这个手环哦。对，哥哥，我也可以去玩气垫场吗？这里呢非常适合小朋友玩，我稍微看了一下场地不大啦，如果你现场买票会觉得票有点贵，可是如果你事先上网的先提前买的话，我觉得是还 OK 啦。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小朋友在这里应该会玩得很开心耶，去找找他们吧。挑战！可以吗？上了下来了吧？哇，超快的他！上去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溜滑梯了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穿，爬过去，爬往前走。哇，还有小城堡哎、欸！走，走。上去。哦，好不好玩？啊！我也来玩玩看这个溜滑梯怎么样，刺不刺激，好不好玩 ？Go！ 哇，还蛮快的哎！哇，还有这种圈圈的充气的设施哎，好棒哦！你是不是爬很快？那可以再爬过去吗？好，来 ，Go！ 啊，这里怎么好像有人躲在里面啊？有吗？汤圆，躲好哦，姐姐，等一下他们来找你哦。两只脚没看到吗？汤圆出来，出来！小汤圆，你看出来？我们很想小汤圆。把妹妹扶起来，被妹妹扶起来。这里太多了。那冲浪一样哎、欸，你现在是标准的冲浪姿势哦。这里也太刺激了吧！你们这个冲浪板啊，太多人超载了吧？哎，哎，你要小心啦！你都沙哑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起来，起来，好。哦。Hello， 小汤圆，嗨！爬这么高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还有一个小灯塔、欸，上面是个小太阳，还可以再上来一个吗？哇、哦，摸到上面了，厉害厉害，小心，小心啊、哦！啊，超棒的！Give me five. Give me five. Yeah. 这里还有一个浅浅的球池区哦。哦。Yeah. 哦哦哦哦。
大家呀。现在他们在玩投篮游戏，啊，小力一点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啊，你是篮筐，快点。螃蟹比框来投球。